9月10日，布朗女神赵雅芝空降新生长沙，为期待的某款护肤品宣传造势。当天，赵雅芝身穿一件露肩长裙，脚踩银色喷泉膏，笑容清雅俊秀。美到爆的女神一现身，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说好时间是把杀猪刀呢？老贼表示，在女神脸上看不到任何岁月留下的痕迹，还是一如既往的气质大方、美丽动人。一直以来，赵雅芝都被外界评价为东方美人的代表，今天的一袭长裙更是将东方美的气质展现得一览无遗。亲和力十足的女神在现场还大谈自己对东方美的理解与看法，在台上侃侃而谈，内外兼修的模样，完美诠释女神这个名号的内涵。青春秘密，我想要抱着一个乐观向上的心态，然后呢，要保持健康，然后呢，也要有一个充满活力、充满动力的体态的。我想要把这两样事情呢，养成了我那个生活习惯，持之以恒。想必提到女神赵雅芝，除了记忆里白娘子的形象外，她另外一个不老女神的标签也是粉丝宝宝们对她极高的评价。而面对不老女神这个称号，赵雅芝毫不吝啬地向大家分享了她永驻青春的秘诀。其实我生活的挺非常健康，可以说是我每天早上起来呢，在饮食方面我会选择一些比如说牛奶啊、鸡蛋啊、麦片啊，然后呢，其实我是少吃多餐，比如说早餐、午餐、下午茶、晚餐，这样子。猛广告新闻，听女神的话，老板也一定会更健康的生活。报道。